寒区可利剑，热区也能点兵。大屏幕上的这张图是今年盛夏火箭军某导弹旅在戈壁荒漠进行实弹发射演练的精彩瞬间。演练中，整旅多个发射单元同时进入十分钟准备，随机抽点多个发射单元实施火力突击，多发导弹均精准发射，可靠飞行，精确命中。复杂困难条件随机抽点发射单元，整旅成建制实弹发射，考验的是随时能战的状态，检验的是随时能战的能力，而这只是火箭军实战化训练的一个缩影。火箭军由兵变军是奋斗而辉煌的五年，也是人才队伍蓬勃发展的五年。那么大国常见的执剑人是怎样练成的呢？这位战士名叫安双斌，您看到他的领章了吗？这是士兵的最高军衔，被称为兵王的一级军士长。安双斌曾是一名号手，号手是战略导弹部队对一线操作官兵的特有称谓，导弹发射系统操作复杂，要求极高，胜任一个主要号位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精通本专业所有号位，兼通其他专业的全能号手更是凤毛麟角。安双斌就是这样一位全能号手，旅里的官兵都把安双斌称作问不倒，因为哪个知识点在第几本第几页他都能脱口而出，连起来长达十多米的电路图安双斌也能烂熟于心。一次发射演练，离发射窗口越来越近，装备却突然发生了故障。面对从未有过的情况，安双斌很快地确定了电路故障，迅速抢修，最后导弹成功发射，而此时距离规定的时限已经不足30秒。要问火箭军的全能号手是怎样练成的，安双斌说，眼睛里不仅要有装备，更要有战场。号手进，号手进。我从一名普通的士兵成长为操作大国常见的一级军士长，离不开组织的培养和关怀，更离不开国防和军队快速发展，特别是火箭军由兵变军后，实战化训练越来越严格，对我们一线号手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如今我作为一名发射架指挥长，眼睛里不仅要有装备，更要有战场。今天的安双斌已经从火箭军某导弹旅发射测控机师成长为一名发射架指挥长，还担负起了指挥、教学等多重重任，在他的身旁也成长起了一批和他一样优秀的全能号手。我们再来认识另一位执剑人，他叫张亚，是一名高学历的博士营长。2010年3月，张亚毕业于第二炮兵工程大学，有着兵器科学与技术博士学位的他主动要求到一线作战部队工作。在工作中他发现，由于导弹武器昂贵，操作复杂精密，很多号手对武器装备缺乏全面了解，不敢放手操作训练，影响了训练效率。针对武器装备更新换代快的特点，我注重发挥自身理论优势和专业特长，在抓营队专业理论学习和实战操作过程中，广泛采取师徒帮带制和启发式教学等方法，为每名官兵制定成长的路线图，快速提升他们的专业技能。不久前，在火箭军部队一次常规的夜间训练中，官兵们操作熟练，配合默契，特勤处置紧张有序，但没有人知道他们操作的是刚刚配发部队不到一个月的新型号武器装备，而且整套操作班子也是夜训前临机抽点随机组成的。这场演训在现场指挥全防护操作的就是博士营长张亚。张亚利用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和专业特长，在这场特情不断、危机迭起、紧贴实战的夜间训练中突破重围，带领大家顺利完成了各项科目。近年来，有一大批像张亚一样拥有高学历的优秀人才充实到火箭军一线部队，各部队也坚持把军事训练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让优秀人才在极难险重任务和艰苦复杂环境中担当重任，磨砺意志品质，提高作战能力。再来认识一位火箭军专家，他叫杨碧武，是火箭军研究院某研究室的主任。不久前，在与作战部队联合开展的科研联通战场战略合作中，他还带领团队驱车万余公里，完成某新型特装车辆系统研制升级，大幅缩减该型装备形成战斗力周期。而在火箭军科研创新领域，还有很多像杨碧武这样的导弹专家，
他们作为支撑长剑飞天的高端技术人才群体，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推动着火箭军战法、训法和装备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我们刚才带大家认识的只是大国长剑执剑人中很少的代表，今天的火箭军人才总量基本适应部队快速发展需要，一大批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新型作战力量人才竞相涌现，高素质科技人才队伍不断的壮大，他们将在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的征程上创造新的辉煌。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还要像建设导弹阵地一样建好思想阵地，迈入新时代，火箭军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等主题教育。从东海之滨的先锋劲旅到西部高原的大漠营盘，从南国密林的导弹阵地到白山黑水的红蓝战场，发射架下的互动小客、三尺讲台上的精品大客、手机屏幕中的媒体微客，这些主题教育活动带着时代气息，带着战场硝烟，还带着泥土芬芳，让火箭军官兵们在各种考验面前思想不迷航，导弹不偏航。通过开展小演讲、小辨析、小讨论，培育战略导弹部队特有的战斗精神、战斗作风、战斗意志，形成练兵不懈怠、备战不松劲、打仗不怕死的昂扬士气。这样的课解惑又解渴，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每一刻都能有所收获。这几年坑道里有了温暖的灯光，有了新鲜的空气，有了舒缓的音乐，感受着施工环境和生活条件的巨大变化，听着老一代工程兵的艰苦奋斗历程，他们那种在岩层深处讲奉献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我，体会到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作为新一代的工程兵，我们更应该以苦作乐，勇挑重担。我们的部队走到哪里，网络课堂就搬到哪里。是一场综合洗硝演练，围绕毒剂种别、洗硝站开设、污染区域封锁等内容展开，提升官兵在复杂战场环境下遂行核生化防护任务的能力。演练以某地遭敌化学袭击为背景，接到命令，侦察分队利用便携和车载侦检设备查明毒剂种类、污染程度等情况，确定污染区大致范围。化学侦检的难点就在于环境的不确定因素太多，对染毒的增厚和毒剂种类不好识别，操作稍有不慎的话就有可判断出错，影响部队的后续工作。演练中，官兵们依托车载通信系统整合战场信息，在指挥方舱内实现化学沾染地带地图标定、面积测算、定点引导等功能，精准指挥洗硝分队开设综合洗硝站。依托网络建立侦查、洗硝、检验、气象等数据平台，使得指挥员和各个车组之间能够及时共享信息，有效提升了在复杂战场环境下指挥员指挥决策和态势掌控的能力。检测组发现有人员和车辆被污染，在引导员的指挥下，受染人员和车辆依次通过沾染检查系统，根据不同受染程度和沾染毒剂的种类进行化学洗硝。我们采用了新型龙门洗硝车，大大提高洗硝作业自动化程度，同时它还可以兼顾使用多种消毒剂，满足了多功能洗硝要求。自演练，这个旅把单兵行动、班组协同、新老装备联合使用等内容有机融合，多科目连贯组织实施，提升官兵在复杂战场环境中消除核生化危害的能力。我们模拟各种复杂战场环境，设置考题，在真实演练中不断检验指挥员决策判断和官兵的专业技能，